三个完美。什么叫十八子？十八十这里加一个八字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。没错。啊，传说中的麋鹿，大人发现的现象。出生在什么时候？兔年，虎兔之年到今天，虎兔之年哦，通告你。所以难怪西方的复活节在干嘛？西方复活节在等 Easter， 什么东方人？属兔的东方人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东方人已经出来了，他们的神职人也不敢告诉他们说复活节是在等东方的圣人。哇，结果你知道吗？白宫啊，那白宫他们呢在玩复活节进入复活节的时候叫小朋友去找蛋啊，下面你看那么多彩蛋，他说上面蛋有字，你找有字蛋，结果知道那个蛋是这个样。1994年，这个是新闻哦，网络还有查到这个蛋，还有影片哦。1994年在黑龙江农场一个基督徒家里养了一只鹅，结果生了一个蛋，一个字。1994年，哎，这个科技不那么高啊，你怎么在一个蛋上刻字呢？就真的刻了一，那是神来到，还有。后来共产党他接着说你就要我会送，就什么蛋干嘛，很多科学家去很轰动嘛，那个农场主人就赶快把蛋送走了，说我不要不要，要不要给我们乖。结果呢，那人家拿来以后就在网上公开照相，然后把上蛋清啊，里面蛋壳蛋清拿掉，然后做一个保护壳，然后拿到海外。那这个人失踪了，现在还不知道，可能当这个事情打开了以后，这个人会现身，才会现身。那所以你看，从这个东西方到释迦牟尼佛，他的弥勒成佛经讲的，弥勒就出生在赤头目城，啊，然后他讲更快，直接是金鸡目，然后呢，然后赤头目城是谁呢？释迦牟尼讲，然后释迦牟尼在莲花微笑，又叫大迦摄入定基督山，给他。全中国2000多年来都不成为一个司机，一直到蒙古独立这个圣人出世的时候，鸡足山才能对应说，啊，中国变成一只鸡呀，啊！啊，这时候大家设的整个他自由东西就完成，他自现来告诉人家，圣人他的师父释迦牟尼佛讲圣人出生在圣人，然后他身为弟子就在犄角那边。整个大家娘去看到他，然后这样的一眼，经过我们现在一直在把它打开，也呈现打开。所以是马习会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吧，一个双眼，一个宿主嘛，习嘛，还有马是他出来做中国的圣人。这个圣人就是他们讲的历史，也是这边讲的一个，他现在已经都出来了。而且这个圣人出来的时候，因为他来历很高。他来的时候会带着一朵花，不是一朵普遍开起来的花，这个花叫做优檀佛花。好，那这个优檀佛花开在哪里？它有没有根？它可以在金属上、玻璃上都可以长，很细小，很漂亮，是放大的。它因为没人看的话，那现在因为圣人出来，全部打开了，整个庙宝莲花经也是照遍地。释迦牟尼要他留下来等他，等这个结果出来，等这个结果出来。那我们现在全部都把它整理出来。西方最有名的预言家叫真理，美国预言家非常有名，在1997年最后死掉前讲最后一个预言，他说拯救人类希望在所以我们把它都整理在这本世纪大预言。好，然后这个射门的情形，整个。圣真我都1、2、3、4，你光是看这个，你就可以找到圣真。我们是围城出版的话，我们就出大概一年出一本书，我们现在只出3本书：《万王之王》《弥色图》《梁一年无始》，所有一眼就写在那边。梁一年的人类的一眼在书面中打开，恐龙是在那个，而且这个圣人在1多年带了人类去表演，所以一直是空的。我就是这样，它是一个新型的战略，那听起来就非常不可思议，怎么会这样？因为外国的科学家说，奇怪，一种可能是海洋空间的量，可是没人敢知道是什么。所以天空工程当时竟然不是挂天空图，它在影射地理。那几个这样讲过来，就是我们现在从马西会开始，这个圣人要在台湾全球打开，所以那个。那个飞的弓箭就代表台湾的人
向全球打开，然后台湾将会变成世界的中心，所以世界各国人会来这里取经。取经是什么？除了这个艺人以外，还有东西，还有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就在这里面。啊，还很多人还不知道。啊，我们现在就跟大家点这个书，这个特刊，好，这个书你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。那现在这个书是现在的特价，特价，网络上还在买哦，上面三明书籍也在卖，网络上博客来可以下载。然后这里是 QQ 电子书可以下载，免费。介绍什么？这个弥勒，弥勒，而且是推背图，释迦牟尼的妙法莲王经，全部都介绍，都介绍到他来，一世的复活节也讲他来，整个宇宙空间大爆炸的情景，为什么他要来？很简单，因为他看到宇宙爆炸了，很深层的很深的爆炸了，所以他直接一遍的他层层。穿越层层下去，然后呢，到每一层都告诉你，靠近那边的人，你们哪一个谁，哪一个谁一定随我下去，到了就是就瓦瑟结婚，更新宇宙，不要再生出外面，不要再生出，所以他带着万里下去天文，这些都是看到，就是那个，他的整个预言最后离得出来的时候，最后的预言。千国英雄半足下，不得了！这个整个天机打开了呀、啊！现在我跟你讲，我们在这里没有多少人能来这里灵魂，这个就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人嘛，这个世界是生活，世界是三角形。你这里有先打开，下面层层层层，后面的无量的层层，无量的众生才会往上。所以一层一层在打开，先来者往，先来打开。这样子，所以我这边基本书其实是半满的时候跟大家接，就市场就有价，但是我这里是特价，就这样，可能到一层。